每日亲近神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亲近他，得着亮光。约书亚记第十三天，约书亚记十章一至二十一节，坚固信心的秘诀。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，进行毁灭，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，也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。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，住在他们中间，就甚惧怕，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，如都城一般，比爱城更大，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。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和贤、耶莫王皮兰、拉吉王亚非亚和伊基伦王底壁，说：求你们上来帮助我，我们好攻打基遍，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。于是五个亚摩利王，就是耶路撒冷王、希伯伦王、耶莫王、拉吉王、伊基伦王，大家聚集，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，对着基遍安营，攻打基遍。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吉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，说：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，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。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吉甲上去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：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约书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，猛然临到他们那里。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，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，追赶他们，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，直到亚西加和马吉大。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，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，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，直降到亚西加，打死他们。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，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，在以色列人眼前说：日头啊，你要停在基遍；月亮啊，你要止在亚亚伦谷。于是日头停留，月亮止住，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。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？日头在天当中停住，不急速下落，约有一日之久。在这日以前，这日以后，耶和华听人的祷告，没有像这日的，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，那五王逃跑，藏在马基大洞里。有人告诉约书亚说，那五王已经找到了，都藏在马基大洞里。约书亚说：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，派人看守，你们却不可单言，要追赶你们的仇敌，击杀他们颈后边的人，不容他们尽自己的诚意，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，直到将他们灭尽，其中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的城，众百姓就安然回马基大营中，到约书亚那里，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。这段经文向我们阐明神的儿女所需的坚固信心的来源。
约书亚回应基遍人的呼求，率领以色列人帮助迎战来袭的南地五王联合军队。这次的征战非同以往，因为敌人是联手出击，倾巢而出。然而为何约书亚有如此无畏的信心？一，听见神说话就有安稳的信心。每逢征战之际，上帝的鼓励和应许总是适时而至。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从神来的话能使我们的信心超过现实环境的局限。我们之所以有信心能刚强行事，是因为听见神的话。我们信是我们亲自听见了。二，神介入就有得胜的信心。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，这让人想起当初神对埃及追兵所行的。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，直降到亚西家，打死他们。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。当神出手介入，其果效远远超过人手所能及的。我们若学会放弃倚靠自己，更容许神在生活中介入，一切将会改观。如同先知祷告说，愿你裂天而降，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，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。三，专心祷告就有坚持到底的信心。约书亚说出大有信心的祷告，求神让规律运行的宇宙秩序，为了杀敌的缘故，使这一天日头停住不动。谁敢向耶和华神发出这样的祈求？连神人摩西都没有这么做过。但是神既然宣告为以色列征战，他有什么是不能做的呢？因此以色列人能坚持到底，将仇敌消灭尽尽。这就是祷告的大能。祷告让神的儿女能够刚强行完他的旨意。天父，求你帮助我每天听到你的话，经历你大能的同在，并在祷告中持续与你同行，好使我能生出坚固的信心，荣耀你的圣名。导读神的话，以赛亚书64:1-2，愿你裂天而降，愿山在你面前震动，好像火烧干柴，又像火将水烧开，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，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。阿们。神啊，愿你向万民起誓，因为你的能力是无法测度的。主啊，你配得万民的敬畏和赞美，谢谢你。阿们。主啊，我们要来赞美你的大能。当我们口里相信，心里承认你就是我们的救主时，你的大能就能保护着我们。阿们。主啊，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的震动，主，我们都相信你掌权。我们要宣告，主，你的平安时时刻刻都与我们同在。阿们。主啊，信靠你是何等的有福。主啊，不论我们目前是处在高山或是低谷，你都与我们同在。阿们。主啊，你的大能大力扶持着你的子民，愿万民都能认识你，都能知道这福音的好处。我们感谢赞美你。阿们。主啊，这福音本就是要使万民得救。主啊，愿你的福音在万民中被高举，愿万民都能够认识你。这是我们的祷告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们。耶和华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愿神祝福我们。